昨天梦见我去医院待产的时候，就是快要生的时候的那种心情。哇，什么心情？太紧张了。你身上有啥怕的？嗯，这说是羊水已经破了。但是呢，你没在家。那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就躺在床上嘛，你慢慢动。你羊水破了，你都不动一下？不能动，好不好？要躺着。不是，你打个120都不行啊？或者给我打个。那时候想的是让你赶紧回来。我天！那我现在跟你说，你不要这样搞，好不好？你先打个120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又不敢给你打电话，又怕你着急。没事。油腻。这是这是这。稍微收拾一下，我就是一个精致男。把胡子了，说我的油腻，胡子一刮，头发一剃，青春的味道马上就来。媳妇儿，怎么了？还可以啊。我跟你说，是我不收拾，我一收拾跟你说，黑人的很。帅有钱。一般就是这种帅多了就是累了，帅多了就是累了。我再扑个水。我的天。有那个抓出那种随意没收拾过的感觉。陪你把那快递拆了。好，拿过来拆，我看一下有些啥。为什么要买这么多？真的是没穿的了。衣帽间没有加机器吗？衣帽间没有，这个应该是袜子，十几块钱。袜子十几块钱，便宜了呀。三双，那这个40，你看我40，其实也挺好看的。我信你个鬼！骗你干嘛？你搜给你看吗？哦，这个要贵一点，100。哼，这个100。快点拆！100块钱，40多。衣服很便宜，我看。行吧。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？颜色不一样。哦，好像是啊。这个100多，你那个就50，你。不是一家，不是一家。那你为什么这件为什么不在这家买呢？还省50块钱，质量都不一样啊！怎么不一样？就你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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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是冰的，你摸，是不一样。你拿出来放久了，待会儿这个也是冰的，我跟你说。好像都一样的，有颜色又不一样，是吧？你看，又是同款吧？又是一样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是短袖。怎么不一样？来，你以为我瞎吗？这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两个同款，这两个同款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的呀，搭的不一样啊！你要是我们要讲究吗？你买那么多一样的干嘛？关键是这个穿完过之后，我跟你说，我买完这次今年的衣服都不用买了，明年的都不用买了。哦，我们这个才叫理智的消费，买一次穿好久，报复性消费。我哪报复性？你上去吧，歇会儿吧。我看着你拆完了，这种画风不对，感觉。像我不给你买东西一样的。哇哦，鞋。这个几十吗？这个你不可能穿，对吧？鞋不能穿那个呀，版权啊。本来我想买。你给我放这上面，行。好吧，看。这都是普，就是。开。我也没有买什么联名款什么的。他主要是买鞋子了。他的那些衣服是真的不贵，就是几十块钱呀。但是我生气的点就是在于，本来就几十块的衣服，为什么要买那么多件？你哪怕你买那么多件，但是又不怎么好看的话，你穿换了再多，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。我的意思，好比你同款买了2件是吧？啊，那这2件的价格我怼一件好不好？那你觉得200和100有区别吗？啊，那还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无语了，对你的。
思。不是，我都这么节约了，你还有说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我没有说你不节约。那要咋地嘛？我说的是你一个款没必要买那么多件。不是，本来就是买纯色，什么那肯定都是同款呀。你要最小的钱创造最大的价值。那为什么要买七套呢？关键是就我追求量呀，我追求量呀，七套三天一天一套啊。我这一套穿完，我下一次不能穿了吗？那我退了吗？退吗？那你全退，不是搞得我干嘛样的？那你全退吗？你全退吗？我是整个把人家想发脾气了啊！当下那一刻就是可能有点不舒服了，本来是想着省钱，就会觉得被冤枉的感觉。嗯。哎呀，不疼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算了。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说他说的比较多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做错了，不应该那么说他。好，不说了，买的好，买的好。再给你买几件，还喜欢哪个款？走，拿上去了。哎，这个是啥？这个好像不是我买的呀。缓缓，你放那儿，待会儿我还拿那个洗衣机。你拿不动。啊，你待会儿再跑一趟嘛，你非要一块儿拿那么多。觉得那个时候如果我再说话他也会爆掉，然后我就下来做饭了。他进厨房我俩不是笑了吗？咋了？我看你干嘛就好了。你弄啥菜啊？就俩蔬菜一个肉吗？够了吧？够了。你笑起来正好看。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这么快呀？哇塞，好香啊！你做的这个，你不吃吗？减肥。你稍微吃一点菜。减肥。你说为什么要减肥？你们不是给我说定位出问题了吗？你们不是说太胖了吗？对，然后确实觉得不能看了。太胖了吗？包括去踢球的时候，我们球队的人会突然，哎，你最近是不是天天喝酒啊？好，就这意思就是浮肿了，觉得哎，是不是真的不能再往上涨了？嗯，好不好吃啊？这个好吃，都好吃。哦，怎么减个肥都减不了啊，我太难受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多饿吗？你不吃啊？我有资格吃吗？好好吃啊。你能不能就不要再说哎，我夸一下你的厨艺啊。你现在一说我闻一下，走，这个肉里边有那个辣椒和那个姜融合在一起那种啊。其实你这样完全不吃也不行。我有资格吃吗？
我要不吃点吧，我吃一片肉，我实在不行了。我吃一片肉，就一片。可以。周伟国。后悔了，吃了五块肉。早餐吃了就在想着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早餐吃了一天不吃了。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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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饭别吃了。然后到了晚饭想，去他的，一天都吃了，明天再减吧。但是我吃了过后，瞬间就是心情就好了。反正我又不嫌弃你胖。啊，不是你嫌不嫌弃我胖的问题。是不能再胖了，已经超出极限了。好，撤，吃完了。待会儿小白估计下午要来呀。小白下午过来。嗯。小白他现在定损，他不懂车啊，我得给他看。那你赶紧睡一下吧。睡着。走了。走了啊。我跟你说，必须系安全带啊！坐后边也要系。怕了，真的怕了。哎，那个气囊打到你没有？没有没有。哇，当时车被撞了一下，我都是懵的。半个月没见啊，变了一个人。这儿，看，还可以哈。半个月前，白举纲的脸是头猪。每次看见他的时候，总安慰自己。现在没化妆啊，来，就今天早上练的。总安慰自己，没事没事，反正都一起变胖。结果我先瘦了，主要就是单恋一枝花，太胖了，我的天哪！就是那个、他又是红光。Oh no！ 我棱角本来就没有那么分明，肉只要多了就更没棱角了。我不想看。就特别特别圆，然后就那十五天之后，然后就一去不复返。我现在真的，你看吗？一身膘，现在。怎么办啊？但你恢复很快，你是锻炼有天赋的。五个月了，但你还是瘦了。你是不是打瘦脸针了？你是不是打瘦脸针了？哇！哇！但是这两天没吃饭，打瘦脸针现在应该瘦不开。嗯，哎，你还记得我？就是才比赛完。是吗？就夺，我也夺了一针吗？对。然后我没用啊，关键是然后对没用，结果还灭摊了。灭摊了，不是，主要是我们贪便宜，不是贪便宜。就刘汉宁介绍那个地方吗？我不是，我不是，哦、不是我不是汉宁哥介绍的，我是汉宁哥介绍的。但我那个，从此心理阴影。唯一一次打瘦脸针，白金刚打灭摊了，再也不能搞这些东西了。好，今晚吃什么？菜你做呀，菜都给你买好了。咋了？不是。你不是每次都抢着做吗？没有。你想不想做吗？我不想做。那你洗碗吗？我不想洗碗。我要说有一点啊，如果丁怀宇他以前到我家或怎么样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洗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洗不干净。哈？你一定要揭露一下。他做菜就比如说他在家里做菜，就是一个菜做完，刷都不刷那个锅，涮一涮，做第二个菜。为什么？这样锅炒出来的菜才香。对啊，只用水涮一下。但是他做饭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涮的。涮。最开始是希望小白在家能够干嘛的？我最开始就希望他做家务呀，因为他平时的状态就是看不惯这个，觉得这个看不惯那个，然后他说着说着就把都做了。我平时去他那儿我不做的。哎呀，地毯也铺上了。来，哎，你除螨没有？这个地方除螨没？他之前的阿姨弄了。你确定有没有除螨？人家用那个专门的那个叫啥？除螨的。嗯。可以啊，你鞋子为什么摆桌子上啊，哥？不是那个，今天刚刚拆快递。
哎呦，天哪！天哪！你要热一下吗？哥，你这个厨房真的绝了！咋了？这么热的天，你放外面，你菜板也不行。我中午没生霉了，我跟你说。等着你啊，你帮我弄一下吧。我真的绝了！不是这个放里边，我知道你。哎，这个别动啊，这是吃面的臊子。你不能用一个保鲜膜装着吧？有保鲜膜。还有一个，你买来的菜你别放地上，我还脸不洗了，这真的是等你来的，你垃圾桶也没有呀。不是，其实我也喜欢干净的环境做饭。不是，因为他很爱管这些，他很热爱生活，所以我本来算计着就是他过来可以做饭嘛。这样吗？不用。其他的碗你洗了，来把这个洗了。我把这个把这个洗了，把菜板洗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为啥？快点，你带上了，快点，洗了，我要备菜，快，咋？把菜板先洗了就行。不是你收拾吗？先洗个菜板。我把锅洗了。好，锅洗了，你可以把黄豆先煮着。我的天！宁桓宇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局中局啊，怎么？我跟你说个真的啊，如果你厨房收拾得好，其实我是愿意做饭的。咋子嘛？你是米其林吗？你是米其林大师吗？啊，我是要求贼高，我是钢麒麟。他是很会过日子啊。对，我觉得这种是真的很有感觉的。哎，我就跟你说了嘛，就是如果她是女的，我和她早就结婚了。没有，我有强迫症。我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啊。坐着吧。我坐在这儿看你们做啊。哎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没有那种米其林餐厅的是吧？没有，谢谢。那这个凳子要这么高就好了，吃料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好会做的感觉哦。他可以，他确实挺那个。给你说了，做饭特别好吃。别给我挖这个坑。你打不响啊、哦！你们真的好幼稚啊！打不响。等一下，我和他可以这样交流。你们可以玩一天这样。不是，他懂我这啥意思？没有，我不懂。你看啊，我玩不了。我弄一个，他都能猜到，行不行？白举纲，你都猜到了，是吗？是的。啊，你再弄一个，我再猜。就你猜不到了，他猜到了。白举纲翅膀了。你。哇，好香啊！小白是个女孩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我什么事儿了，因为她觉得他们俩真的很合拍。吃饭吧，来，各位试一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入味儿，你从下面跳啊，从下面。看着就挺好的啊，好吃，好吃。
哎，这个真的很绝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嗯。这么好吃呢？好吃。啊，最近冒的特别快。当才知道的时候，肚子还没显形。嗯。今天一来，哦，那么大。他是一步一步看着肚子变大的啊。就最近一个月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，慢点啊，别着急。我带他滑雪。我有点熟悉的感觉。主要是我那时都不知道嘛。天啊，我真的胆子太大了。我们还去滑雪，哇，那后面我就是后怕，太怕了。你知道那个很容易摔的就流产的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。因为那个坡又陡，你还是本来就是我俩第一次滑雪，而且还是地下摔下来了，而且我们从山顶摔到一直摔到山顶。我知道，这又怪我，这真怪我，这怪你啥？我都不知道，跟你没啥关系啊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嘛。还得感谢你给我们一套装备，要不然更完蛋。见过请客滑雪的，没见过请客给装备啊。给他介绍一下，他都没见过他白干爹。现在这个是他，你知道吧 ？Hello。不是在这个是吧？你的妈咪。在写日记，在给你写日记，估计也是什么流水账之类的。然后今天的这个重要的来宾是你的白爹爹。Yes. 来了，白爹爹，白爹爹在这儿，你看，他好年轻啊。Cool. 你对他说几句话嘛。好，我拿着说。对，你拿着说。小七啊，你要能够想到，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玩伴，那就是我，我可以带你去滑雪。等你落地了，等你见到我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我。